众所周知，每一部热门 IP 影视化都伴随着争议，尤其是赵露思和陈哲源主演的《偷偷藏不住》这部剧，自从开始筹备就一直热搜不断，可以说是从演员阵容一直吵到了作品开拍。在一波一波高清路透图流出的同时，网友对于这部剧的评价众说纷纭，基本赚足了关注度。在热搜上，我们看到了赵露思饰演桑稚，软萌可爱丸子头，呆萌漫画齐刘海，元气满满校服装，乍一看还以为是打开了桑稚的衣柜。不少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态度，从原本的期待值满满变成营销痕迹明显。借此机会，偷偷藏不住官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抵制代拍曝光角色造型的动态，但部分网友却不买账。毕竟之前天天上热搜的对脸拍高清路透可不是代拍躲躲藏藏就能拍到的，那些高清的画质和唯美的角度，连某些大制作网剧的海报都自愧弗如。更戏剧化的一幕是，剧方刚刚发出了抵制代拍的呼吁，网上就流出了赵露思饰演的桑稚穿着红色碎花裙的造型路透图。抛开其他不说，单单就从形象和造型来看，甜妹赵露思的颜值还是非常符合乖戾少女桑稚的人设。穿着红色波点裙的赵露思，可爱中带着一丝性感，黑色的小外套恰到好处的勾勒出她凹凸有致的身材，一头蓬松的长卷发温柔可爱，简直就是从漫画中走出的美少女。尽管口罩挡住了下半张脸，那目含秋水的双瞳却极为惹眼。除了赵露思的单人路透外，陈哲远和赵露思的双人拥抱路透也上了高位热搜。至于这个热搜到底是剧方和演员为了营销自己买的，还是有对家想要火上浇油，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双人路透图画质不高，但赵露思和陈哲远拥抱的氛围却极为暧昧，黑色小外套和白色衬衫穿插在一起，往下看是黑白分明却又完美柔和的温柔，向上看两人四目相对，不仅眼神缱绻，就连身高都是恰到好处的和谐。虽说偷偷藏不住有点营销过度，但是两位主演的颜值状态和角色契合度也配得上这些热度。赵露思饰演的桑稚眼中既有少女的澄澈，也有七年暗恋的深情，更有被心爱之人误解的委屈。陈哲源哪怕只露出一只手来，也是骨节分明的精致，手指夹着一盒烟，让人无端生出几分旖旎的韵味来。除了一双令人叹为观止的手外，陈哲远的颜值也很能打，换掉之前不太贴脸的发型后，穿着白色衬衫的他简直就是从小说中走出的高冷男神，精致的侧颜和鸭羽般的睫毛惊艳眼球。此前陈哲远在《暗格里的秘密》中饰演的高冷男神周思月一角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毕竟他本身就是少年感十足的男神。看了陈哲远在《偷偷藏不住》中饰演的男狐狸精段嘉许造型路透之后，不禁让人期待起正片来。赵露思偷偷藏不住红色碎花裙好灵，看到两人同框心动了。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订阅和点赞。